我跟你讲，不太可能有息肉的、啊。是是是，但我们坐进去的结果啊，我们总共看到有七颗息肉。七颗，但是七颗里面有些是我们会变成大肠癌的腺瘤，大概有三颗，那另外有四颗是良性增生啦。我们在 AI 的帮助下、喔，有一个绿色框框把息肉直接框出来，对，而且很清楚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所有的大肠癌它不会突然凭空出现，它一定都是从很小的息肉才会冒出来。哇，所以我们及早把它拿掉的话，就可以免除这个大肠癌的风险。好险，好险！我今天又来，我现在最想目前最想做的事就是推荐我妈赶快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鱼翔全。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那么没有力气吗？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，而且我又非常的害怕，我现在心情非常的紧张。我要来做我最害怕面对的大肠镜，我是很害怕侵入式的东西在我里面。虽然我现在是很怕的情况，还是要面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。Let's go！ 我今天来做 AI 大肠镜，我真的其实有点害怕，有点害怕，我真的。欸、可是我发觉你们喝那个泻药的这个还蛮好喝的，可以我一口就把它干掉，然后喝水很简单。因为其实做大肠镜最重要就是清肠，清的干净很重要。那 AI 大肠镜的好处就是说，有个小电脑辅助我们，同时一起看，一起侦测，及早把这些腺瘤侦测出来。主要是您家族有大肠癌病史，对，我觉得大概定期来筛检一下比较好。对，虽然我非常的怕，可是这个还是一定要。不用担心，我们上麻醉之后，您大概半分钟内就会睡着。医生，不要害怕。医生，A few moments later。没有太大问题吧？没有太大问题吧？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舒服的，感觉睡很饱的感觉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不太可能有息肉的、啊。是是是，但我们坐进去的结果啊，我们总共看到有七颗息肉。啊？七颗？七颗，全部。七颗，对，七颗。你说真的假的？但是七颗里面有些是我们会变成大肠癌的腺瘤，对，大概有三颗，那另外有四颗是良性增生啦。哇，对，那一般来讲增生它是不会变，不过因为我们有看到，我们就顺速帮您处理。我的肠还蛮漂亮的，对，清的蛮干净，粉嫩的，对，你有看到这个肠子感觉？对。很嫩的，虽然我割七颗，我还是嫩的。这样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会不会一般的没有那么清楚的，它这么小、这么细微的息肉可能是照不到的？其实一般来讲，我们在 AI 的帮助下、喔，有一个绿色框框把息肉直接框出来。对，而且很清楚哎、欸，对，所有的大肠癌它不会突然凭空出现，它一定都是从很小的息肉才会冒出来。所以我们及早把它拿掉的话，就可以免除这个大肠癌的风险。好险，好险！我今天有来、欸，七颗哎、欸，七颗哎、欸，我有七颗哎、欸，我现在最想目前最想做的事就是推荐我妈赶快来。她上次去比较老旧的病院去做大肠镜，一颗都没有，一颗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我打给她，等一下帮我拿一下，我等一下打给你妈妈，我就要来这边做一下。所以今天大肠镜的结果就是息肉。而且有三颗，我们怀疑是腺瘤。对，那我们会送病理化验，如果最后结果出来的话，会把报告再跟您那个说明这样子。好。对，那如果假设真的是有这些腺瘤的话，一般来讲，未来的大肠镜是要定期追踪的。其实我个人是有一点点 shock 的，因为我不久前，我讲真的，我不久前我才做了健康检查，竟然还割出了七颗的。息肉，刚刚那个医生给我看绿框的部分啊，这么小，0.3公分的息肉，他竟然都可以用 AI 哔哔哔哔哔就侦测到了，可能医生的肉眼都看不到，可是 AI 就先跟你讲他在哪一个部位哪里，所以会提醒到医生说他可能看不到的部分，一般医院可能检查不出来，所以推荐他来检查一下好吗？赶快来检查哦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好吗？